眼睛好像肉。那你会浮起来吗？会啊。不会动。是浮起来的吗？你就躺在水面上哦。还有粉子在那个肚子上面哦，是在上面，不是在下面，是上面，然后还会整个肚子不会掉下来哦。粉子怎么挡起来吗？没有，不然人会在上面。就一个粉丝而已啊，在你的肚子上啊？不是，我们就把它靠在那个。哦，你就抓着，你就扶起来。不是，我说，我会发给每一个粉丝，然后呢，就把它碰在肚子上，然后呢，这样跟肚子碰在一起，然后有。都没沉下去。那个板子一定要抱住吗？对。哎，你们的游泳课怎么这么复杂？有点复杂。他教我们那个更多的那个游泳课啊，那个游泳大师。对啊，没什么对啊，游泳有好处啦，游泳会让健康又长高，而且你要让你会游泳呢。下班了，先说两句再来，再讲两句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游泳课从头到尾他怎么上课的？介绍一下你游泳课刚开始进去是怎样？刚开始就是先看一下，然后后来就喜欢在交钱，然后在上课交钱，你都不看阿北？然后在滴，你都不看阿北一下？然后在滴洞，他们在滴，他们是在第一洞，人家滴洞是牛，他们升级到第二洞。第三栋、第四栋、第五栋、第六栋、第七栋、第八栋。哦，真好啊！第七栋、第八栋跟那个没有第七栋、第八栋有啊。是多少？真的啊，不是两趟吗？那小军有游吗？有啊，我们在第三。你们电视有关吗？我看一下是第三。我看一下棒球几比几。很好，可以回来了。好，小心不要放下，放里面。真的闹哦！哦，真公就公开，随便的，随便，晚餐就这么丰盛。小薇，你还没来？变呐，随便呐，好不好？小薇。不用。他现在没空啊。没错。你要拍一个。他是怎么去？骑摩托车。啊，我没带。